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安尼奥物热，热着的病患加两成，过刷有闭关。中医师讲，最近因为热着来求诊的病患加出着两成，啊，那是着刷，真侪人会来过刷，要安怎过刷才正确呢？中医师来提醒，至少都要人七天以上哦，而且都要过对这个调位，啊，那无嘛是无采工。天气愈来愈热，牙山十二头同款，予人热到挡袂牢。大家运动遮悬，就伤害情形嘛愈来愈深。热衰竭其实就比热晕厥，稍微的症状会明显一点点。哦，那如果是热中暑，哦，那就会比热衰竭来得更严重。哦，那它就会分两种，一种叫劳力型的热中暑，或传统型的热中暑。无论讲是热到头晕晕，还是掉痧，拢需要注意。遐若较严重的，有可能引起热休克，尤其是囡仔、老人上高发生。你若晒日头晒伤久，无论讲是作息还是运动，拢爱特别细致，千万唔通大意。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危险族群嘛，哈。运动在大太阳底下，或者流失的汗力真的很多的时候，可能还是要适当补充一些所谓电解质水。补充水分，电解质，日头莫晒伤久，加休困，啊，为了去找中医敲痧，是讲爱特别注意的是部位甲时间。通常我们有这个血有病的啦，或者是皮肤有溃疡的、湿疹的，那暂时不要刮，大概七到十天是可以刮一次的，不要说每天都来刮。各位注意保持室内通风，上重要就是水爱啉有够，安尼才有法度有效的降温，度过遮热的热天。